校长方文昌与周德燕总经理代表双方签约，共同推动绿能人才培育和产学研发。企业将提供奖学金向大爱大学预约未来人才。很高兴今天会跟这个大爱大学来签一个产学合作的备忘录。那主要我们上进公司是从事这环境工程的顾问公司，那也主重土地开发这环境工程的相关的顾问咨询等等。那今天来跟大爱大学合作呢，是想借重这个大爱大学在这边人才的培育，那未来也是产学的合作，那甚至是实务的一些交流。本公司呢，其实近几年在于发展这个相关的近邻的议题啊，那以及像是循环经济啊，以及这个气候变迁等等哦，也都有积极在协助政府部门来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哈。那所以也希望说，借由此次的产学合作，可以加深跟学校间的一些合作的机会，那以及默契。那也希望说，未来能有更多大业毕业的优秀学弟妹可以到我们本公司来就业。公司特别与学校签订产学合作备忘录，携手环工系，透过夜师教学、学生实习、教育训练、产学研发等合作，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。又成立了一个近邻碳排辅导团，那已经在对业界哈这个做一些服务，最主要就是替他们上上课了，然后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个碳盘查啊，那碳盘查之后，当然就是怎么去减碳啊。那这方面哈，如果说哈未来有需要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合作哈。上进公司在我们国内是知名的这个环保顾问业啊，在各领域，尤其像最近热门的绿能、碳排等方面哈，都有很多的这个计划。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跟上进公司在产学合作，还有相关的这个人才培育方面能够多所合作。科技整合与永续发展已经是国际的趋势，很开心可以和上进科技成为产学合作伙伴，期盼进一步强化彼此的合作关系。